鱼米已经不能够卖给外国人了，虽然那个时候买的时候可以，不过当时他来不及去注册的话，就是卡在中间，所以那时候要用现买，他真的是用现款买，现款买的话，你买完也不能够注册，因为是新加坡人嘛。事实上，自90年代初就有不少新加坡人到马来西亚投资房地产，这股风潮到了90年代中达到了高峰，甚至一些花园住宅区有超过一半的房子是属于新加坡买主的。不过，没想到1997年金融风暴却让这些人尝到投资失利的苦头。主要是以前过来的时候来买的话，大家都能够赚钱，现在过来的话不能够租，又不出去卖，又卖得很低。那么有一些新加坡人可能就是抱着他讲一句我也永远难忘的话呢，说福建话了，半回暖了。不过没有办法了，因为来他带了这么多钱来，那么又租出，那么又卖不出去，那么因为他们想卖，他是想拿回他的本钱。那么你在1995、1996年高峰买的时候，你现在想要用拿回本钱的话，你是要亏，就是亏少就是等于赚。经济不景气，产业供过于求，控制和废置的房地产在新山的许多角落还能够看到。购置房产毕竟不是像上巴沙买菜，好些新加坡人就是因为没有做好功课跟风入场，人买我也买，到最后呢是户头大出血，只能够自叹倒霉。尽管买者有很多现金，也都不要自己用现金去买。这是李先生，是一名商人，他享有宽频、可靠的无线流动电邮、国际直播联系和全系列服务，这一切来自同一家公司，要轻松保持联系绝对没问题，不论在工作亲爱的或娱乐。更胜一筹的联系方法来自星河商务方案。替我召集所有商船渔船，都插满战旗，擂鼓呐喊，向厦门进发，快一点，抓紧时间啊！快看呐，我要和你决斗。英雄正成功，今天和明天晚上11点只在第八播档。Double A paper, no jam, helps your business run more smoothly. Double A double quality paper. 他们曾经犯法，他们付出时间的代价，现在只有黄丝带能使他们重获自由。LRG's 蔡恩来、陈丽莎、王鑫、林佑恩、洪爱珍、林一民 Criminals should be locked up. 演出一部有关第二次机会的电影 Coming Home， 邀请您在10月9日出席电影的首映礼。 Oh, tie yellow ribbon round the old. 还认得我吗？岁月烦恼忘记了。 Intense 来自深层600米的奇迹面膜，含有海洋深层水和60种不同的矿物质，加上 Sidoki 的稻米精华，可让细胞迅速重生，黑斑乖乖的消失，连捣蛋的皱纹都投降了，肌肤水水嫩嫩的，还有绷绷的弹性，完美肌肤需要8分钟水疗养。 Intense 来自深层600米的奇迹面膜，岁月烦恼拜拜啦。 LifeTom。There is more to the evil and more to fear than you ever imagined. He's coming for you. Exorcist the beginning. The 气息是回家的小路。